全球化时代，留学生是一个不断膨胀的群体。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66.2 万人，其中自费留学人数为 59.5 万人次。根据中国教育部给出的数据，2017到2018年度，仅多伦多大学的留学生人数就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在加拿大和美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始终位列各国之首。留学生一路走来，大多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时间和精力成本，为的不外乎是给自己谋求一个心目中理想的未来。然而毕业前夕，无论是毕业后选择回国还是留在本地，留学生求职往往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认为这些困难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刚毕业或尚还在校的学生们在阅历、行业经验、对于求职市场认知上都很匮乏，因此难以有一个清晰的职业方向。第二，当下的传统教育往往与行业存在着非常大的 gap， 而 gap 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行业和产业快速迭代与发展，而传统院校无法做到齐头并进。90%的同学在临近毕业第一次接触求职的时候，才会发现行业或者产业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学校里学的知识在社会上难以应用，针对行业的经验积累的少之又少。最后一点还在于北美以及国内求职市场上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很多留学生并不了解第一手的求职资讯，想要努力也不知道如何迈出自己的第一步。这些种种困难造成了留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现实上的阻碍以及心理上的焦虑感。AZ Career 以独创的一站式就业解决方案，全方位地提升学员能力，并积累在学校中无法获得的行业经验，从而提高学员的求职竞争力。同时 ，AZ Career 独立自主研发的创新在线平台 AZ Career Job Bank， 结合行业趋势、公司 insight 和实时市场环境，更加精准地筛选出真正适合留学生的岗位。AZ Career 的初衷是做最懂留学生职业发展的教育服务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始终以最专业的态度面对学生们的咨询，以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及学员导师的反馈，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帮助同学们完成从 student 到 professional 的身份转变。为了贴合不同学员们的需求，并实时掌握求职市场动态， Easy Career 在北美构建了200人以上的注册行业导师团队，覆盖各行各业。我们的导师均来自于各领域全球顶尖企业，经过层层选拔，淘汰率超过70%，为的就是能给学员们提供最丰富的职场经验、最专业的课程辅导和最前沿的行业动态。我们的强项还在于私人定制化，基于学员自身情况和目标制定最科学的课程搭配及授课方式，一对一、多对一、线上线下小班课。无论你现在处于求职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会针对你的背景及求职需求，结合行业的发展趋势及求职的大环境现状，在充分考虑和了解学员潜力和目标职位的要求之后，为学员规划设计最有效的求职路径。此外， Easy Career 也借助线上平台持续性开展免费的试听课、行业公开课及职场讲座活动，让更多的同学更深入地了解行业，了解 Easy Career。Easy Career 的导师都来自于各个热门行业内的知名领先公司，导师们会用自己在行业里积累的经验告诉学生如何找到求职捷径，不光是为了让学生拿到眼下一份心仪的 offer， 更是为了带学生绕过许多弯路，确保学生在自己的目标行业里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当下职场，一方面公司需要具备一定职场技能的新人胜任各种工作，另一方面学生大学里学的知识在职场无法直接运用，导致难以通过面试，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 gap。 因此 Easy Career 开设了各种职场技能培训，比如 SAS、 Python、 SQL、 R， 来帮助学生弥补这个 gap， 找到工作。我们的职业课程体系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导师来自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传授职场上最重要的技能，并且通过大量的实战练习，让学生未来面对找工作时更有自信。第二，课上我们通过大量真实的面试题来巩固所学的技能，并且帮助学生通过未来的面试。第三，每个职场课都有非常丰富的实战 project， 让学生完成后可以丰富简历上的内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点，我们坚信 Easy Career 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们扩大自己的优势，在求职路上过关斩将。我是 Tim， 我现在在 CPA 协会担任 BA Manager， 曾经是多伦多大学统计专业的一名普通留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没有很优异的成绩，也没有亮眼的实习经历，在求职路上走了很多弯路。感谢 Easy Career， 在 VIP Program 开始的一个半月内，我收到了7-8封 offer。
我是卡特，现在在加拿大电信公司 Bell 担任 Business Analyst， 曾经是多伦多大学数学统计专业的一名留学生，毕业前特别焦虑，感觉自己的专业非常的万金油，做什么都可以，又什么都做不了，也错过了最黄金的求职季，但还是特别感谢 Easy Career， 参加 VIP Program 之后的一个月内，我就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份高薪 Offer。从2017年创立到现在 ，Easy Career 为超过20,000名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各个阶段的求职服务。每一年，我们都会帮助数千名小伙伴投身到他们热爱并且想为之奋斗的行业当中。我们相信 ，Easy Career 作为北美留学生求职市场的风向标，能够帮助每一位大学生明确职业方向，收获理想 offer。